同步地图是吧？对的。哎，这里能走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日！上！好多 arrow 啊！怎么叫你？Go！蹬住！走不过去啊！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爬行者？有东西爬过去了！我不要在最后面！我不要在最后面！你浪啊！我靠！钩子袍子！逆风笑啊，管理员之枪不太好吧？你们怎么两个大 arrow？ 你们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！管理员之枪有点过分了吧？啊、不要吧，拿个撬棍，咱们拿个撬棍，一人拿个撬棍。撬棍是第几个 ？Half Life 里面的。Half Life 二里面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好，一人拿个撬棍。好，有了。我哟，哎，怎么？我操，怎么？哎，开了。走啊！哎，掉血了，谁打我？谁？别打，包子打了，我靠！有友军伤害的包子。哎，别打我！水不能进去，进不去、啊。我觉得不是这边，进不去啊、我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对，有可能这边、啊。这门应该能开了吧？刚才那个爬虫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。哎，哦，通关喽！蹲过去吧，蹲过去。哎，我来试试这个坑吧。刚才那个爬虫是从哪里过来的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上面掉下来的。哎，能进来呀、啊！你们这些猪，我教你来。那你进去啊！我教你怎么进啊！啊我教你，你进啊！就蹲在门口，然后按一下跳就进去了。好，进去！你没有？进去！好进！好进！进去！进去！哎呀！啊！我勒个去！啊，进来进来了！哦！啊！等等！不是。我怎么跳不起来？哎！我怎么死了？水里有毒！你们怎么蹲着时候跳啊？没，你跳一下，然后……啊，好了！哎，蜘蛛！问题是这里怎么走？跳下去呗。哦，好了，跳过来。好，跳过来。你飞个屁啦！怎么跳过去啊？可以跳过来的，好吗？按住 shift 的快跑，然后直接可以跳到这里岸边的。走。哪里有岸了？我都没有看到啊。就我站的地方，我现在站的地方，跳到我这儿来。按住 shift 的快跑。啊不！有电吗？下面有电是吧？我靠！你们这个手残党！哎，通关！看我给你们演示一遍，看我给你们演示一遍。靠！哎呀，再见，啊、再见。啊，好，你先过去点，你过去点，你看好，看好啊。好，你走，看好啊。看到没有？哎呀，看到没有？屌屌的！哎！好了。哎呀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靠！哎呀！靠！按住 shift 的快跑，然后不是没事，卡在那个铁丝网下面了。地图作者要笑死了，妈的！哎，我过来了，屌不屌？哎呦我去！不好意思，你了，我可不会解。哎，我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用冲锋是一作弊，靠！哎呀，达到目的就好嘛。然后呢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？走了。不知道这石头都是什么东西啊？走 ，Okay card， 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哎呀，没用。不是这个 Okay card， 两边是什么、啊？需要一个门卡。他说 ，Yep， 那就是找门卡。哎，门怎么锁了？哎，哦，没有。哎呀 ，Go， 打我干嘛？他的这块儿，那走呗，找门卡呗。门卡在哪里啊？门卡，什么鬼 ？Danger， 这玻璃是防弹玻璃，不行的，要是不是要回去找呀、啊？不是吧？你确定？上面，
左边，能不能跳下去啊？哎，门那么小。哎，你，我操！没有吗？怎么过去啊？我知道了，有可能是这样。水不是有电吗？什么设置可以把电关了，然后从水下走，是不是这样？水的电能在这个位置啊，是不是，但是好像并不行。电死了。我觉得我们正要进入的可能是空电室，然而不是这里是空电室。难道出绝技吗？但是他需要一个，这应该是需要某个眼睛是吧？这个是个视网膜识别的东西啊。是吗？有没有什么尸体的眼睛什么东西？尸体的眼睛，这里有个尸体，把眼睛抠出来。里面有一个红本本，他没眼睛。里面有一个屁用啊！地上这个玩意儿，我的发！是蜘蛛吗？难道是水下？不大可能吧？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水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！你看，你们看，这里有个电线弄到水里面去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现在指的地方。这里有个电线，水底毛都没有，我下来了，我死了。哎呀，通关了呢！通关了！我的妈！我在一开始的那个出生点。什么鬼啊？寻找。哎呀，这啥玩意儿？嘿。我估计得找到某一个尸体的视网膜过来，你看哪里有没有死人或者什么东西啊？没有。啊！你们过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给你们看个东西。我给你们看个东西。哎呀！在哪儿呢？过来，看好啊！来了来了，看好啊！看好啊！嗯 ，what？ 他妈的逗我呢！哎，这有个死人，是不是这个人的眼睛？就不应该通那个通风网的，我们不应该过去的。这都会摔死啊你！这水里面有毒啊！那通风管道我们是用撬棍砸开的，应该不应该有撬棍，你知道吗？啊 ，so god， 走吧走吧走吧，不要再用撬棍了啊！不是你们怎么过去的？哎呀，怎么又没路了？用吗？不是要把这个尸体拿过来，肯定是要这个尸体。尸体的逗我吗？眼睛。哎，等会有卡有卡有卡！我捡到一个东西。哎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卡了。走，回去。不要动不动就用飞呀、啊！靠，我没飞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我是走的。我说卡。嗯。哎，撬棍是用撬棍是对的，用撬棍是对的，好吗？我听见啪啪啪的声音。门卡，你确定是开那里的吗？确定。一开始那个房间能不能开呢？来来来来，肯定是开这里的，100%的，人格担保，快点！你们这个身法不行，快走走走走走走。这个吗？哎，看，你看看，我看了。哎呦，红本本，红本。315密码315、啊、什么东西315啊，我撸碎那个油桶啊，把自己崩死了。可以把密码刚现在显示一个密码、哦、拿红本本3152 这红本本有什么用呢？3152，哎，这门怎么开一半呢？对面吗？这卡住了，需要在哪里输一个密码锁才可以。喂，等一下，电关了啊！水里没电了。来，我们洗鸳鸯浴啊！屁都没有，靠！对啊，我这边说了屁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不是，密码是3152，我们得在哪输一下？回来呗，往回走呗。回来之前不是有门吗？你们怎么上来的？3152。
是这样吗？哎，这可以按密码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按。你这个表，你这个动作好猥琐啊！你输呗，352应该是这里。嗯，开了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输啊。应该用准心冲输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起来。啊？啊？我需要一个带准星的东西。哎，怎么没有带准星的东西啊？怎么没准星啊？带吗？太淡了，跳棍不是就看到吧？准星吗？跳棍就是准星。你看 ，error， 315，315，啊，哎，哎，是不是不上 ？What the fuck？哎，刚才显示什么东西了？好像是 error。你这个动作好猥琐啊！这个动作。哎，起开，起开，我来。会不会是那边的密码呀？那边还有好几个密码锁呢。我去那边看看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去那边看看吧。周峰，你在这边试啊，我们两个过去了。不是，是那个有电那个地方的密码。怎么有辐射的这么一个？那、哎、下面是毒啊，那下面。哦，3152，什么？不行，这门本来就开了，你去设。好了，我打开了，过来，我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啊？哎？还是我牛逼？来。哎？是3152。怎么上来？要他妈关了灯才能看到准星，我操！我也是醉了。呀，走！哎呀，啊，再见！啊，走走！哎、啊、哎，回来！听来！我、哦、操！走！什么东西、啊？哎，厕所我死都不进啊！尿进你们什么东西、啊？他只能进厕所了。哎，这个纸，这是张纸。哎，没有，不是。哪里啊？这是死人。厕所里有什么东西吗？进去看看呗。通风管道啊，有个通风管道在。哎呦，快！吓我一跳，死！谁第一个上？我不上。包子来。我门卡住了，我进不去、啊。来，包子。我来吗？嗯。我靠！跳不上去、啊！我你个抽风卡住了，抽、啊、风上！我出去！不对呀、啊，好像哎哎，我操！我怎么上来了？好！行，走！好！哎哎，我积木吗？我积木都弹出了！什么退出游戏？我积木都弹出了！我什么跳蹲上不去啊？靠！啊，好了，连续两个跳蹲就上去了。上！我上！不要搁武器啊，在这不要搁武器啊，容易崩掉！我操！那你也打？这什么鬼地方？什么鬼地方？什么声音？哎，把防弹衣吃了，快点，把防弹衣吃了。好，怎么吃？没了，哎，已经被他吃过了。怎么吃？这那边有隐藏门呀、啊？这是，这边有门。这，哎，我就是鬼，死！你在哪儿啊？他在下面。走，下面没动，下面没动。下面有路吗？没有。啊，走。我靠，下面什么东西？快走啦，怕个卵蛋啦！快走呀！僵尸把一个人挠死了，在下面。你这个怂货，我靠，连头屑都怕。屌！哎呀，前面不能走，我日，毒！走！怎么走啊？这个门。哎，放个屁的功夫，哎、包子都下去了。哎，这里，你们看，我现在面向的地方，有一些气体，啥意思呢？可以引爆不？那个是不是？我靠！哎，这可以砸呀、哎！
哦，切！我以为有引爆的气体嘞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这个门是打不开的，但是这个墙。What the fuck！ 当心油桶，当心油桶，打爆人死。Come on！ 别打我！把油桶拿出来。应该没。别乱打！你个贱人！我打！你在干嘛？你个贱人！哎呀，我们等你哦，包子啊！我直接飞过来吧。哎，这里有补血。你血满了？你我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了？我怎么飞不过来啊？不对呀、啊，是魏剑士飞吗？为什么飞不过来、啊？你应该把飞关了呗。对啊，我把飞关了呀。你把飞关，慢慢走过来嘛。好远呢，还得值好多怪啊。没事，过来没有用、啊。我看一下嘛。开了，开了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这里没鬼没路嘞。对呀、啊。你先过来再说。咱们先会合。哎呦吓我一跳，我操，这边比鬼吓人。好，来，走，嗯，这里不能走啊，等等、啊、哎呀，不能打，又来这一打上是不是？这里下面有血迹，看到没有？这血迹是我们的还是？难道是刚才通过那个油桶炸开的吗？哎，这个插板。对呀、啊，有可能要用到油桶啊，又给我不信了。是不是油桶是要把门炸开的？不然他那里放一个油桶干嘛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了？我们应该只有近战武器，你用油桶炸，个毛呀？那咋办呀？这走不那咋办、啊？那安不了，没用。看看这里下水道。哎呀，这样。快点，逆风啸给我补血！你个作弊狗，快！怎么办啊？好，包子半个头插在里面。我再放个油桶在那儿，我放个油桶在那儿，看看。走，哎呀，作弊做到底！关油桶屁事！等等，再放油桶放哪里？人呢？油桶在哪里呢？哎，我准备好枪，来放吧。我们这边可以拿出一个。不用。哇！炸开了！我勒个擦！补点血，我要死了！我差点死了！啊，补血！包总，我跟你讲，你走到墙角，然后跳就可以补血。我不信，真的？你上墙角，你上墙角跳，我不信呀！真的骗你干嘛？你看，我给你演示一下来。我已经写满了，我不信。包，你走。走吧，我们现在过去。来，你看啊，跳，不许啊，不许击打！你看，不许了，看。哎，怎么有点卡了？我就是要弄到一百的呀！我写满了，我写满了呀！哎呀，你们呀，算了。能不能有不你上过一次当，就想让别人再上一次是吧？想当初啊，为什么又是我从前面走啊？春风，你的屁股好大，哼，就是那么性感，打不开啊，多来两下，哎呀，可以打开，上去，上面有辆车，有两个门，先上来。好。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哭啊？是我家窗外有吗？好，只有这扇门可以走。What？ You got out from the house. You got. Yes, I'm invisible. 113。通关了？不是吧？希望你对这张地图改我神经病。这就通关了啊？请期待第二部分。一点都不期待。这就通关了。Fuck you。
这还五星啊？